Hello，Hello，Hi，大家好。然后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周三晚上8点到9点的 Cola In 的没？然后 Cola In 的没？我是主持人 Cola In 聊聊频道95959。然后呢，今天很开心能请到玩 game。那大家有看到我们今天就设置比较不一样，因为之前都是椅子，然后现在买的那个新的沙发，所以比较酷。然后现在要自我介绍一下，谁先开始？那就是我先好了、啊，来，就是先是你当压轴。那我是 Nick， 好，就这样子介绍。那我是玩 game Nick， 嗨，没了，好，欢迎。大家好，我是圣结石。哎，大家好，我是华生。那我们欢迎接，大家好，我是野牛，你会不会很讨厌别人叫你杰哥啊？杰哥、哦，希望他们记住你是用铁牛的方式记住你。对啊，因为杰哥是我拍片啊，拍那教育部的影片，被那样叫久了，怪怪的。因为来这边的那个网友啊，一直杰哥我会不知道怎么回他们，因为那是戏剧里面的角色。好，你们会觉得他特别红吗？还是你们有话直讲。我们有话直接讲，直接讲。我们其实不太介意他们比我们红啊。对，对，他很就是每次我只要我们一起出现，就会叫杰哥，然后找拍照只会找他，不会找我们。等一下吃饭不要约他，我们不会 care， 我们其实不会 care 啊，每次都是找他拍照，不会找我们。我们真的不介意，不介意，不介意。等一下吃饭不要约他，我们等一下去。哎、欸，他是不是在团体中感觉他像他刚刚自我介绍，感觉就是好像被欺负的那种？哦、你有发现他每次自我介绍，他年纪最小啊，没有，他其实心机是最重的，对他会故意用这种博可怜的战术。其实，在被欺负我们，但是我们被欺负都是装出来的。对。对，然后大家都会说 Nick 好讨厌了，华生好讨厌，然后他都是在装的。我甚至好可怜，我是真的被欺负，你会要相信我？没有，他真的没有被欺负你。就华生啊，什么东西？你在讲一次啊？再讲一次啊？你在讲啊？讲啊？什么？在讲欺负啊？再讲一次，跟大家讲一次。这样谁欺负你？来，华生，来你说，你说，你讲，来啊，来来，说你说，你讲。玩 game 的人都对我很好，对嘛？对，小鬼，大手听到了。你们是怎么开始组成这个团体的？哦，然后追溯到这个开始，我们当初一开始是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人一起想着要在肯德基，你怎么知道？我知道在肯德基，我们在板桥的肯德基聊天，讨论聊说，哎，华生，那我们到底要怎么用这个？我们叫 Game Boy。其实我们当初会想要创团，是想要拍一个 LOL， 就是我会觉得打 LOL 会有很有趣的东西。然后我们所以第一支的话，其实成军是因为为了第一支影片。为了第一次影片，没错。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想，我们那时候还没想梗，然后想要取什么名字？我们有取过什么 Game Boy 啊 ，Game Boy， 还有什么游戏什么忘掉了？游戏王，然后还有什么哦？瘦虎肥龙，瘦虎肥龙最鸟，因为一取出来，老板超爱，就哎，你们就叫瘦虎肥龙，老板超爱香，就是那种老梗啊，老梗啊，对啊，他是那种老梗型的，然后那时候超喜欢瘦虎肥龙，我不行，我不能肥龙，我不想肥龙。当瘦虎，那结果呢？结果后来怎么变成玩 game 是谁？后来是我想说那个叫什么？叫 Game Boy。我说要不然 game 就在嘛，然后玩的话就是那种老顽童。哦，其实因为他那时候讲什么玩 game 哦，对，玩 game 哦，玩 game 哦，对，所以那就是谐音，然后我们又是鸡针呐，玩鸡针，鸡针呐，玩鸡针呐。真的是玩机针开始变玩 game， 就玩 game， 对对对。那你们怎么认识他们？哦，因为在拍第一部影片打 LOL 会做的事的时候，他们请我们当一个拉近我们的那个经过，认识。我们其实一开始认识是从群人，这群人的。其实我们四个都是在群人认识，不然的话我们完全没有什么关系。对对，我们都是因为群人认识的。群人认识，在路上看到我连就是碰到我连正眼都不会瞧他，就是经过。哪位？刚刚瘦子是谁？刚刚瘦子是谁？刚刚那个是黄灯会。黄灯会，你看我们里面有黄灯会啊。我们那时候要找到他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拍一个影片，就是说我们要找到团员，不能有明星脸。对，那千万不能有明星脸。对，也不能就是也不能是谐星。对，不能谐星，不能谐星。然后他就来了，他说想加入我们 game。了解。哎，那你们怎么接触到英雄联盟？是朋友介绍吗？还是、我跟你讲，英雄联盟是他当初很沉迷于英雄联盟。哦，对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能再沉迷于英雄联盟了。然后他就说，没办法，我接不了。我说好，今天我跟你讲，我玩半年，我借给你看。
结果我这是我一年前讲的话，昨天还在玩呢、啊，结果他玩的比我还凶、啊，昨天还在玩了、啊，因为英雄联盟戒不了，不好意思，我跟你讲不可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只要玩英雄联盟就不肯戒掉，不好意思，很难、啊，如果是男的话，所以我是因为他才接触英雄联盟，我为了当初要赌气，赌气，结果你是本身有就有在玩，我是从美服玩的，我弟弟介绍我去玩，然后那时候玩的时候是刚出斯文、嗯，还有拉克斯。就出这两只、就是，然后玩到台服的时候还在犹豫，就是有那种高傲的心态，然后在想说要不要转账号过来、啊。然后因为那个我有用那个刷卡去买了几个美服的账、嗯，那个美服的造型。哦，你还用刷卡买？那时候我美服的刷卡买 skin 啊，然后就想说要不要转，然后第一次想说算了不转，然后不转有点后悔、嗯。后悔。玩一玩，后来我还后来第二次不是有开放转？对啊，转了你就转了，我就转了。那圣洁石哎，嗯。你玩英雄联盟怎么接触、啊？就是那个我刚，因为我们认识是这群人认识啊，因为这群人的人也都在玩，都在玩。然后我想说啊，他们都在玩什么啊？整天在那边讲一些什么红 buff、蓝 buff 话题，插不上话 上话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哦哦，所以他是被冷落才玩的，被冷落才被冷落，然后后来才玩。那你们会固定打哪一个位置吗？位置啊、有固定的吗？我以前是喜欢打上路，可、嗯、是我的朋友很多都只打上路，就是他只打上路。我们一起玩，他只有时候很讨厌。其实都是因为他只会打上路的关系，我们被迫于其他。他打上路就算，他打上路还一直被对面就是压。对，我没杀到。不是、啊、我每次我都喊补位，可是你们都让 top 给我啊。他补位之后就讲 top 了。你知道，因为我常跟他跟群人玩，因为群人他们也只会固定打几位，对，就变成说我们比较会玩的话，我们必须。每路都要会，每路都要对，所以我是每路都 OK。对，那里面是你最厉害吗？每路算是啊，坦诚是这样，没错，华生 OP 啦，好不好？就没有，其实华生 OP 啦，他们真的，他们一开他们玩的比较浅啊，他们是玩的时间不长，对、嗯，我是因为玩听完这句话我不是很开心，你又深又长，好吧，又深又长，这里可以这样子，他们玩的时间比较短，所以他们两个很短。对，我们短到短，短又短又细，好不好？对，短又细。那拿手角色是有特别拿手角色？好，从铁牛开始。我喜欢玩 Jax， 然后悟空。嘉文吗？嘉文刚有讲过，高蕊是讲嘉文，嘉文是讲对的，高蕊是讲嘉文，我也有玩，我也喜欢玩嘉文，而且我有戳破我，我有雷文恐惧症。我有一次玩嘉文，我被雷文压到爆掉，我后来看到雷文我会怕。我只要出门看到带多兰剑的，或是带一把刀出门，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可不可以换路？我会怕雷文。对。那后来现在是练贾克斯吗？贾克斯上路，或者是打野。我打野很喜欢用特朗德，因为我觉得特朗德好帅、哦。他很喜欢丑的角色。对，他喜欢丑的。他喜欢丑，看起来很丑的，很机车的。熊啊，熊也可以。哦 ，Bolivar。我觉得特朗德的大招是 Ctrl 加四，一直笑，笑到对面老熊。那其他呢？你们拿手角色？我玩，因为我玩比较多路，但我以前的话是玩喜欢比较喜欢玩雷兹，但是雷兹之后。就是他手好像现在改手很短，对不对？雷兹就滚键盘呐，就滚键盘又连滚键盘呐，没有啊，就是雷兹现在你改成这样，所以我就没有再玩雷兹了，嗯，对啊，之前是喜欢玩雷兹，再换我，调过去，再调过去，好了，我们圣洁讲啦，讲啦，讲啦，好，我喜欢玩雷尼克顿，对啊。好，这样，哎，就真的好冷淡哦，好冷淡哦。啊，你可以玩好了，他喜欢玩石头人。因为我觉得石头人除了 AD 不能玩，其他都可以玩，所以他是一个全通，他是一个很全能的角色。那你把辅助你也玩吗？不是我，其实我当初不太熟悉这款游戏，我是从 support 起家的。support 起家，所以老师老练，只要我连输，就我就会说，好啦，那我 support 了。他通常就会有不错的效果。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一路你不用输出，对对对，因为影响最小啦，影响最小了。哎，会这样的人已经在后面打一个 no war 战术，不差一点。no war 战术。那你们平常就会一起玩还是分开啊？哎，我们比较，我们他不会跟我们一起玩，对，然后我们都会一起玩。我自己有在，尤其是我工作。然后其他有自己的那个朋友，对，然后他有他自己的知名度，对对对。我现在在讲这个，因为他们都没什么，他们三个都没什么，我们真的没什么啦。对，因为我们两个战绩差不多，所以我跟他比较常玩。那你们有在看比赛啊？有，我们会看比赛，还蛮我还蛮常看的。最喜欢看哪一个比赛？最喜欢看哪个比赛？之前那个就 NBA 啊。像那个最近有那个世界足球杯嘛？没有啦，我
我们韩国啦，我们日本啦，这梗太多次。没有，我之前都是看那个啊，我其实是因为看 TPA 所以才开始看，真的是这样，真的，我是真的是看，因为 TPA 就是冠军赛嘛，真的才开始看。哎，有人把 TPA 的那个冠军历程剪成，哦，那太感动，看完真的哭了，真的假的？你没有哭？我是看完真的太感动了，很难过哎，很难过，我难过，对啊，我难过，那神曲，五六不能亡，五六不能亡。那有特别欣赏的选手吗？我比较喜欢 Cola， 你们不要那边了。其实对啊，我是认为这我没蕊过，你们超会 Cola， 很会捧哎，超会。刚刚真的没有蕊过哎，这没蕊过，这超会。抢先讲有没有？真的会。欣赏我欣赏 Miss Tag， 因为我觉得在一个团队里面要当队长的，一定要是 Jungle 或者是居然是 Support 或者是 Support 这两个，因为只有他们能去看全地图。对对对。那因为其他三路都要分，都要去吃兵。因为我觉得其他三路当队长不行，所以我觉得 Mistake 很猛，而且他眼睛擦得很变态。哎，没错，对，我觉得，我真的有 support 有靠他，对啊，学一下东西的。有在看他有吗？啊，没有，没有，他刚刚有，他刚刚有超好笑，他超好笑，他有，他有，他没有料到你要问这问题，他有看 NBA， 没有料到你要问我，刚刚没有问，这样，刚刚没有问，所以你有看到没有？啊，没有。我问太深了，不好意思。那好笑的，很辛苦哎。你在讲话啊你？哎，你圣洁石，欣赏哪一个？你有慌的，你有慌到哦。他不敢讲话。戴总就不要讲 Toys 跟 Stanley。对对，但我要讲这两个。你都不要讲，对，什么 BB 也不要讲，对 BB 也不要讲 ，Little Boy 也不要讲。我喜欢羽毛。羽毛把他打爆，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实境秀，我们的办的实境秀，他上路就对，他上路对羽毛被打很，我就吊打他，然后我跟他同队，我是江狗，然后我直接不帮他，对吗？我直接放生，放生，然后他在上面一直有个东西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一根东西，有一根乌云啊，不要压我，然后每次转过去看他的画面是红，然后变黑白嘛，红，然后变黑白。那你那时候是跟他一队嘛？对啊，然后你们两个，所以你们的衣服颜色是就是哦，对对，我们白对。完全是黑白分明，这是胜利队伍。那你们那时候队伍是怎么那个抽签吗？哎，其实因为啊，我们有最弱配一个强的，所以我配平均分，就文化声一定会被拆开。对，然后我跟他最弱也被迫拆开。那是怎么选？就是说，例如说指定吗？还是就是当时因为他们两个想本，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对。对对对对，也不是啊，因为我们是按照剧情的，我们有帮他们设置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个主题和个性，所以他们两个配在一起，我觉得是会比较好。然后换我，然后我们两个配在一起比较会有火花。然后当初那时候刚好我跟华生吵架，所以我就跟他不同队。为什么你跟他吵架？没有，我开玩笑的，真的。你乱讲了，你知道吗？你刚刚会说，哎，为什么你跟他吵架？都没有蕊哦，都没有蕊，没有，我开玩笑的。我又弄回去，他回去，他等下在车上想说：“我刚刚喝可乐饮。”你不要在乱，你在那边抢风头。没有，我刚遇到困难，有没有？哎，我看一下现在几分，13分哦。我们会开放口音，然后可以回，就是大家可以问他们问题。那我们来，哎，你们有遇到就是比较凶的玩家们吗？就是那个雷文，我怕死他。我先到现在，那他有骂你吗？他有边杀你边骂你吗？我反而被我们的队友骂，被骂到我说对不起，我真的好烂，我可以跟你换路吗？我好怕他，我觉得他好强，他进来塔杀我好几次。其实我也觉得塔杀我两次，雷文是很可怕，雷文真的很可怕哎。因为不知道为什么积分好像我觉得 Q 里面再塞一把刀的那个真的太强了，就是 Q 打一下 ，Q 打一下，再 Q 打一下，太恐怖了。那如果你们遇到那种嘴炮型的玩家们，你们会回他吗？哦，会啊，那你叫他皮肤嫩。那，你别乱抢！我错了，皮肤嫩是梗啊！我错了，什么？你妈皮肤嫩啊？我错了，我干嘛爆雷？没有，其实我觉得碰到嘴炮，因为我以前玩三国，其实以前小时候，不是小时候，就是以前国小时候，武专的时候，其实也是很爱呛人家的，就是曾经都会有男生，我觉得他真的是高手，他就是嘴炮型，我是嘴炮型玩家，我会捧他，
我会他泡我们，我们就配合他。我会故意他输了以后再捧他，不要让他得到他们想要的，因为他呛你，他会想让你生气。嗯，然后是他的目的啊，所以你不能生气，你反而要笑笑的跟他讲话，他就会很生气。那我们现在先开放口音，因为已经、okay 啊、我们已经聊了不知不觉已经聊了15分钟了。Okay 哦，放音，所以我还有45分钟。对，因为等一下算时间是对。好，嗨、欸，嗨、欸，哈，怎么第一个就换我了？我啊，你好，你好，我没有问题问呢、欸，你问呢、欸？那你上来干嘛？那怎么称呼？怎么称呼？怎么称呼啊？猪猪啊，猪猪啊，猪猪，猪猪你好，猪猪你好，猪猪你好。你没有问题吗？那我们问你问题。没有哎、欸，没有、欸。我问你问题好了。再讲啊。你住哪里？住桃园啊。小地震，哎、欸，地桃园地震啊！地震啊！地震！我在跑了，继续打喽。好啦好啦，那你没有问题就先这样喽，拜拜。拜拜。好，拜拜。好，好拜拜。拜拜。我们自己离开好了，好不好？安安。Hello，Hello，安安。这是谁？安安，安安是安安的、哦欸、安安 ，Hello， 你可以问问题哦。我不知道可以问，不知道可以问什么？什么都可以问啊，随便问。你住哪里？我们今天的我们没有极限，没有极限。那我问你们，你们最 man 的最 man 的角色是哪一只 ？man 角，man 是 man 角 ，man 角。我跟他自称最 man 的，最 man 的角色，最 man 的角色。那我们家一定选最 man 最 man 的角色 ，man 角 ，man 啊。哦，是你是真的是这个意思是很最 man 的角色是不是？我觉得是佛利贝尔。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蛮大只的、啊，他蛮大只的。对，不过最近改模组的盖伦还蛮 man 的，就蛮最 man 哦。我觉得嘉文士是哎、欸，哦对，他好帅哦，大叫一声就冲过就跳过去了，这么帅哦，就开房间了、欸，对，都不讲话、欸，不得直接冲过去跳。两个人就可以共处一个密室，手这样子超 man 的，很厉害，然后在关灯有没有？你们厉害，因为我真的觉得他这问题超烂。结果你还可以聊成讲出心中的话，有道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真觉得这个问题。有时候这样的对线，要是遇到女的哦，就直接，哎，好，不要再好了。好，谢谢你，谢谢你的投影哦。然后我想打个广告，就是最近我参加实况的聊聊实况，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好，谢谢。好好好好，加油加油，拜拜拜拜拜拜，我们会还有自己上来打广告。这样子啊，哎，下次那个注意，什么红 ？Hello，Hello，Hello， 嗨，什么红？张嫩红，张嫩红哦，是嫩哪里可以看到名字？有啊，左上角，左上角，但是实在太小。哎，阿红，成功。阿红，阿红 ，Hello， 嗨，嗨嗨嗨，嗨，好，谢谢。哦，这样是这样，他忘记中麦了。他是太紧张，就是讲不出话，还是？好啦，拜拜。好，拜拜，拜拜，拜拜。那我们跟阿红说拜拜。阿红，拜拜。还有吗？阿红，我把他踢了。哎，他自己走嘞，他自己走。哎，有人送了小熊熊，他自己知道。Hello， 嗨嗨嗨，你好，你叫什么？微风飘逸。那太可爱了。是微风吗？微风吗？绿海，绿海，绿海。你好。刚到往前，我要往前。你要问问题啊？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是。杰哥什么时候回答？回答比较长，比较长，吓一跳，我吓一跳，刚刚有吓一跳。我本身在出版社上班，我玩 low 的时间大概都是11点之后，然后可能一两点这样，到一两点晚上，或者是下午，对，或者是我那天没事的话，我就下午去。他比较喜欢玩中路了，所以你们要拍中路。我喜欢玩中路，中路要让给他，因为舒压。对，舒压，超舒压，超舒压的，舒压，舒压的，有要看哦，有看，有看。好，谢谢，谢谢，谢谢，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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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吓死了，有听到 ？Hello， 你好，还有下一步 ，Hello Break，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哎，风很大哎，你是在骑车？在骑车，我快到了，我快到了，离开电风扇，别抱歉。嗨嗨，就是很喜欢看，喜欢看你们的影片。谢谢谢谢，有没有看最近那一部？最近那一部，要的要的。他说有，他说一定要，可以帮我们分享出去啊，给大家看一下。有玩英雄联盟的都可以。期待期待下一次的影片。OK， 谢谢，真的谢谢。希望我们下一次跟谁合作？下一次跟谁合作？都可以吧，都可以吧。好，你是没有，你是没有，你是没有视讯，这么久了，你有没有看哪？你是没视讯，你是这么久了。我喜欢这个，给他一件 T 恤。你很有个性哦，你。好，好，谢谢，谢谢，加油 ，OK， 拜拜，拜拜。
欸，他好像不会自己离开。没关系，没关系。哦，他走了。小花 ，Hello， 小资，小资，哎，小资，小资，怎么样？小资，哎，这是什么声音？对面小资，你在做什么事？你在做什么事？啊，你可以问。什么时候到的？我们的梗哦，我们其实就是平常爱玩，我们会互相呛对方，对对，然后想出来的，对啊。叮一叮梗生活上啦，因为其实这种东西就是取自于生活上面的东西，还有自己的经历。有时候你跟朋友开玩笑，你自己也笑得不亦乐乎。对对啊，大概就这样。好冷淡，好冷淡。你不要对我这么冷淡。对啊，我不会受伤。谁的饮料？我受了。好，谢谢哦。拜拜拜拜，好潇洒，拜拜。有声音吗？有啊，有啊。是刚刚那个吗？他叫肉根，肉根说，嘿。你们甲哥是都怎么玩的？都怎么玩的？哦，我都怎么玩的？松一口气。出装吗？嗯嗯，出装啊！我上六。我想一下，我看一下对面状况，我会出小木锤，然后直冲三下，或者是那个比尔霍吉特弯刀，要不然就是先出两把多兰接比尔霍吉特弯刀这样子。然后如果队友不坦的话，我会出那个寒冰霸权，就让自己硬一点。跳过去都是，我都第二进场这样子。第二进，对对对，拿笔跟纸记下来。你是要想要学他怎么玩的，是？真的？对啊。技能怎么接啊？通常技能怎么接？就是 Q 过去，然后补攻一下 W 这样子，然后如果能的话，你就打两下，用第三下那个 R 去爆人家一下，再 W 一下，那很换血。所以看到你就跳上去，全跳，全跳。没有没有分角色就对了，没有角色会，因为角色会优先跳嘛。对，我很痛点跳了，很厉害，对不对？很厉害，梗就是这样子想出来的。对，我还要再问一个，好，王跟团体他们有，互骂到不爽的人。不会啦，不爽，我们不爽啊。我们其实很会看人家脸色。对啊，我们还蛮会，我们会看人家界限。骂还是单一被骂？我们其实能开别人玩笑，我们自己都受，我们都被开得起玩笑。对，我们开得起玩笑。对啊，不会那个，就需要地震啦！地震！地震！地震啊！地震啊！很大很大。对，开心啊！我们接下一个哈，没问题啊，好吧？我觉得你的问题根本就是来戳的啊！不要批评他。好，拜拜。哎呦！拜拜，哎，小白哥，小白，奇迹，啊，什么造型？女生造型，女生造型，你是怎样？怎样？女角的造型，造型哪个最正？最正，哪个最正哦？我觉得我是喜欢唢呐。波比林吉拉，唢呐是喜欢这个。我跟你讲，唢呐这个真的是太老梗了，太老梗了。我觉得波比很烂。波比，我天哪！没有啊，你吃很开耶。我跟你讲，波比是咖喱油的。波比是因为那个开水小姐有办过啊，间接拍马屁。哪一个？好运姐吧？我觉得好运姐黑道风云，她应该就是雷文。我在想。为什么你可以帮我决定？对啊，你为什么不要给他发我决定？因为他为什么？因为他是破刃英豪。没有，因为我刚刚其实一直在想，就是说，哎，女角到底有哪一些？我认识的角色认识我认识的角色不多啊。了解，对对对。所以你有选出来吗？没有，还是他帮你选就好？没有没有没有，那没有办法，我不会跟你一样。可乐造型，唢呐，你有造型哦？我没有造型，我没有造型，他们随便讲讲。啊，随便讲讲。可乐造型，我吓一跳，我想我怎么不知道 ？Hello， 小白。嗯嗯。谢谢，很冷淡，很冷静，很冷漠，真的吗？对，真的吗？好，谢谢哦，谢谢，拜拜。哎呀，走嘞，在这个什么啊？你有事吗？纯粹，你有事吗 ？Hello， 喂，有听到吗 ？Hello，Hello， 有。我看可丽看傻了，看可丽看傻了，你可以直接。她好漂亮，漂亮哦！谢谢。没有想问的哦，关你屁事。他叫铁牛，他直接叫你杰哥。对吗？哎，来，大家习惯了。我想问杰哥，就是你的年纪跟其他三个团员有差距，你是怎样认识年轻人的？啊，怎样认识？差不多吧。我77年的，我只是看起来比较老。他其实超77大叔啊，对啊，对啊。
我看起来比较老，他其实是历经长长，他之前发生过很多事，最壮嘛，对不对啊？所以他是差不多年纪，我们年纪差不多啊，最小的是圣杰，哦，是我，这位对啊，圣杰，他真的很，他其实真的很小，是又小然后又瘦，哎，也不一定啊，要提防初中有戏啊，要小心初中有戏，哎，你多小？年纪。不是，没有，你刚刚说多小声，你看我下面一下。有，你看年纪没有？他刚刚说，哎，你多小？他是不由自主，哎，你现在去把可乐，你现在去把那卡链的耳朵那个，他把哎呦，没有，我79年制啊，我79年制啊，79，这位应该也比他大了，这位，嗨嗨。你还在吗？还在啊，还在，还在，还行，不好意思打啦，没关系，可以打扰的，可以打扰，可以插话。好啦，需要那种，谢谢大家，好，谢谢，拜拜。好，需要那种，不要吵了，回答我的问题。我要这种，报告室，报告室，来，不要吵，回答我问题。Hello， 布布，布布，德正 ，Hello，Hello，Hello， 是一位女生，你看他们就。哎，你说没关系，你说有什么问题你就讲。哦，就是啊，你们刚刚不是说玩游戏可以舒压吗？其实我觉得还蛮制造压力的。哎，为什么？不觉得很紧张？那我教你另外一种玩法，你一进去你就摆着不动。你知道被锁账号了，被锁账号了。哎，你其实消啦，这不行。那玩另外一种，进去10分钟去动一次。还是会被检举的，还是会被检举。今天如果你连输的话，我们像我们连败，我跟圣杰有时候都会说，不然我们玩场电脑好了。哎，对，我们都玩打电脑，有一股气一定要先出来。对，有就是有一股气要出来，对对，要看你用什么心态啊。对，因为我觉得男生的心态会比较，就是拼的你死我活，不是我赢就是你输这样子，对吧？嗯，所以心态不一样，就是啊，对，就是一样。我应该跟你输是一样的。对，嗯，嗨。然后，可乐，我想要问你一件事情。嗯，就是之前不是说12月7号在南港有比赛吗？嗯，消息都还没出来。谁的比赛？我不知道，不是好像是什么大型比赛还是什么？有吗？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哎。那可能之后如果有消息，我会再跟你们讲好了。好不好？好吧。我怎么听起来很难过啊？嗯，他说好吧。他好像听说他好像请假去，特别还请假了。哦，你怎么知道？没有，哎，这句话应该很可能你来问。你怎么知道的？嗨嗨 ，Hello， 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好，没事没事，谢谢哦。谢谢。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拜。哎，没太现实啊，女生然后全部的人都拜拜。对啊，刚刚那没有，等一下，每个人都会这样子。对，你不要这样讲，那是我们刚刚仔细看刺客了，啪什么 ？Hello， X 先生 ，X 先生好了 ，X 教授，嗨嗨嗨 ，Hello， 请发声，拜拜拜拜拜拜，这是 Water 吗？还是 Wonder？ 还是 Windows？ Whisker， 哎 Whisker， 哎阿克，嗨。欸，他好像还是也是不会用。欸，我们很热情的，你不回我们。那我等一下开始。哦，有了有了有了。哎呦哎，说你说。哎，要问什么？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排位都在哪里啊？排位哦，排位哦。哎，你先讲好了，你是什么排？你说祖宗牌是？什么？不是那个？哦，没有，我是本身都喝金牌。老梗，老梗，没有，我没有打瑞，他没有打，有啦。Rank 你有吗？我们自己有战队了。哦，有战队啊！那不算呐，那不算，那不是那不是 Rank， 那不能拿出来讲，那不能拿出来讲，那拿出来讲是丢脸的，好不好？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没关系，我们在教育，我们在活跃教育。啊，对，你金牌，金牌。其实我上一届是金牌，而且我在快结算的时候，反正现在快结算了嘛，28天没打吊牌，真的假的？吓死我了！没有，我不知道，因为他应该会发个通知，他没发就直接吊牌。有吧？有啦，他平常没打他，然后他说你现在已经成为什么？不，你要去问一下嘛。对，你要去问一下。谁叫我牌会发？我是觉得可能是那个网络的那个什么流量太大，因为我没接受那个，直接我麦总直接出来，不好意思，你吊牌了。然后再把他打。那两个人没你没牌吗？没有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那是金牌，还会是金牌？金牌。
我上去，谢谢救命，拜拜。那你看最后一个人在拜拜哦，有没有？全部的。哎，吴嘉伟，吴嘉伟好痒，好痒哦。吴嘉伟，吴嘉伟，这是我朋友啦。啊，他是你朋友？对，这个刚刚call in进来是我朋友。哦，你那个 ID 我有认识。哎，他好厉害，装的很不熟哎，我真的以为他。哎，我还想说 Whisker， 我刚刚我听声音我就知道是他。了解 ，Hello， 嗨，嗨，嗨。定你腿工业那个黄金会人，黄金会八军，你要问问题？哎，不见了，香港来的盖伦啦，香港来的，香港来的，走兵啊，走兵啊 ，Hello，Hello， 你好，有声音吗？啊？有吗？有声音吗？有，细雨丹啊，有。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到时候女朋友的话，会怎么去带她玩 LL 呢？好，真的，他是真的，真的。如果有女朋友，不要叫她玩，要不然玩输丢脸，玩赢也很惨，也很惨，因为你要连胜。对，你如果花太多时间玩游戏，没有玩她的话，她会生气。你说，我觉得没有沟通好就好了，你就跟她说你玩两场，你就真的玩两场就行了。对，你说到做到。做到做到，时间也要否一点给你女朋友。你要做你的时间规划。因为我们这次拍的第二部，这次啊，我们就特别去为女朋友拍，只是因为很多人就是玩游戏会忘记女朋友。没错，对对，这种人不应该。对，所以我们演的话，那都是负面的。对，我们要拍出。你刚干嘛动？英雄联盟不是分手游戏。对啊，不要把它当分手。所以我们最后在底下才会就讲说，就是这都是。我们这个现实的状况，但是你不要，就是还是要休息，玩游戏还是要休息。哎，有真的有讲？我有啊，我讲啊，有拉。以免走火入魔。哎，你是我们的团员呢？对，他都玩到五点。以免走火入魔。真的假的？谁？你说我吗？对啊，我啊，没事啊，弄你而已。好，谢谢啊。好，谢谢哦。嗨，嗨，他还在吗？他还在，他还在。Hello， 然后故意装认真，喂，看不到我，看不到我，好爽哦，好，拜拜喽，刚每一项我们都认真，拜拜，帮我们 ，Hello， 到那个 ，Hello， 肉根啊 ，Hello， 到肉根好了，肉根有进来 ，OK，Hello，Hello，Hello， 这是肉根哦，这不是，我想问说，如果你们遇到会雷的人会怎样？其实我们本身团员就是雷的人，他们就会就问对问题了，他们就会一直辱骂你啊，然后骂你一辈子废物啊，对啊，没有一个很好观念，他雷对，你就当练习，对，你就当练习算了，神父不要再没有没有，这对于你这种讲法，我有其他的看法，就是你们在一分不知道几秒的时候，你们都会说是欢乐场，然后那个时间过了之后，哎，你在干嘛？哦哦，你不能哦吗？哦，哎，没有你，我上去打，你就要跟上来哦。然后又说欢乐场，哦，没有 ，OK 啊，没有，欢乐，你就当好玩电脑玩啊。然后，但是这个节目遇到雷的，我就会那个就当算了练习。算了吗？不会对他。我打个字，就是他被杀就打个问号。然后点。你知道吗？我不喜欢打点，因为点呢，我就直接打国字点点点这三个给他。我最讨厌人家打点点点还问号哎，点点点超人激怒哎，对啊，真的讨厌，真的讨厌。这种是老手就直接以前天堂是 ZZZ， 而且我也不打问号，我是直接打问号就两个字，这个还好，就是升级。以前天堂是国国国国国，还有软。嗨嗨 ，Hello， 再换下一个是不是？没有 ，Hello， 我们只忽略他，我们忽略他，没有没有 ，Sorry， 哎，那我可以去雷你们吗？可以啊，没有雷啊，我们开实况会抽，有时候会抽观众，不，要不然就是一起拍啦，对啊，一起拍，看拍不拍得到啊？没有，可以先报名，等下报名，没有，你这样讲，然后我们很多，等下一大堆人就是在粉丝团说我要报名，我要报名，我要报名，对啊，报名，对对对，我在帮你们打广告，拍第一个，哦哦哦哦。哦，真的是谢谢你，好，谢谢，谢谢哦，拜拜，拜拜，拜拜，要不我挥手，你没挥，有啊，哎，我刚刚是这样，肉根哦，我要帮一个没有拍到的人问说，王根如果有机会，他想跟统神合作吗？统神，哎，你们有合作过吗？没有，没有，合作过，我朋友问过说要不要跟他合作，但是他有点可怕，哎，对，我觉得他是害怕的，对，我会担心害怕到他。
我要坦，我坦诚是真的是这样。你说什么？我会担心激到他，激怒到他。哦，对，因为我怕人家生气。因为我们玩很大，我们怕我们在蕊戏或怎么样，他会生气。他会开不到玩线，因为他的时间应该比较宝贵。我怕他会爆掉了。对，但是你们应该我们真的很想要跟他合作。对啊，但是我们会有我们的课啊，要不然。哇，头有地震啊！啊很想跟他合作啊！那如果你朋友逼你们讲，你们会有什么反应？啊？什么什么？女朋友逼你抢，那你们逼我们哦？女朋友逼我们抢，女朋友逼我们抢，我就叫他交代，教我怎么出装。如果真的有这个，吓死我！当年讲真的有这个状况发生，他应该是他搞不好真的有这个状况啊！哦，对啊，他应该会有，你应该会有这个状况。如果你改天就是有男友的话，你应该会改天啦，改天不是现在，改天不是现在，那现在在约时间对不对？我们在约时间，在约时间啊！对对对，咱们四个应该会有这个疑问吧？对啊，你不啊，因为我会有这个考量。现在比较少玩了，所以应该他之前呢。之前我没有男朋友啊，哦，现在没有，是感觉这个题目有点，没有，改题目，谢谢，嗯，好，谢谢，拜拜，拜拜，啊，换我问你们了，哦，对，因为我其实，我现在比较想要问的就是在影片，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想要拍影片，就从第一部开始，就从第一部哦，对，对，团长为什么？哦，第一部当初我那时候是，是我跟你聊说我们就是，你干嘛弄我？然后我们当初什么？是因为我们是想说我们会玩游戏，然后还想说一个会玩游戏的人，然后去做一个游戏影片，可是我们做的方法不是以游戏为出发点，因为我们用拍的方式去做这一款，因为我们当初是，因为我们之前都是群人出身的，就是我们都当过群人演员嘛。对啊，那所以我们就知道影片的概念，然后我们也觉得说，如果把这东西拍出来，一定会很好笑。对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肯德基，我们就是写本啊，我们就开始写本，而且真的是拿一张纸，然后拿笔，我们在那写，对，就想说，这个好笑，然后你觉得那什么好笑，然后就写下来嘛，就这样写，还用手写的。就是英雄联盟吗？对，就是英雄联盟，第一部就定英雄联盟。对，那个时候。其实也有跟他讲，我们有讨论说庆祝一下 TPS 那个胜利，因为也没人做出一个很，虽然我们影片里面没有提到这个，可是我们自己是觉得给有没有想要这样，我想东西是代表我们台湾。对，其实我觉得，因为现在自从 TPS 赢了之后，我们觉得这个电竞在台湾真的有这个就是影响力，对。然后我觉得我们想要响应那个，然后顺便就是推崇这个，对啊。那就是你们是因为第一部很就是很多人看，然后才拍第二部，还是就一直想说要接着拍下去？我们第一部跟第二部差了一段时间，差了个五六个月，对对，中间是拍。因为当初是原本想说是想要马上拍第二，但是因为一些问题存在，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先搁着好了。对对。然后一直到就是最近我们越拍越上手，其实第一部跟第二部其实你看得出来，他们两个品质差很多，风格差很多。对，第一部真的是我是随便写，也不是随便写啊，就是当初是技术不成熟，对，但是想法也没有这么到现在像这么缜密，对，对啊，就是练兵呢。那第二部呢，就是也是大家一起想嘛。第二部其实我们很习惯，就是例如说我们一个人先写一个架构，丢一个概念，像这次是我写概念，然后但是大家就我就问他说，那你们觉得什么意见？大家丢东西上去，对，那觉得这样子的话可以改成怎么样？所以我们大部分呢，我们都是例如说都是他写大。概念，我写概念，然后大家一起来填东西。对，然后我们再删删减减，要不然我们漏第二期，哇，十分钟，哇，十分钟，十分钟，对，剪掉它一半，剪了一半掉，剪掉一半，我们都很剪完全，我们喜欢看到什么就塞什么去。对对对对对，看到什么就塞什么，听着很怪。没有，不要乱讲啦，我讲的是正经的，好不好？那女朋友的那些梗呢，就是都，我当初我写女朋友的时候，是因为那时候。我自己都有遇到啦，因为我你知道吗？那是我写的，但是因为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在玩 L 的时候没有女朋友，所以我就问他，因为他知道，我问他说：“没有，我不知道这些。”所以我就问，我没有知道，好不好？我不知道就是平常发生什么事。然后他其实平常很暴躁，你不要讲他，如果他玩很强的话，他会比我暴躁哦。他是暴躁型的，我有时候在跟他 Sky 在玩的时候，我都为他捏一把冷汗。哇，这种话都敢讲？其实我跟你讲，那个里面的女朋友的系列的东西啊，我都是从他们身上取材。我玩起来最舒压，都是他们玩中路，呜呜要死了，再排一场，就再排一场。了解，那你们有在刚有人问到实况啊？你们会在开实况吗？我们几乎每周的周末，每周周末最近比较少在开，但是
比较忙。是固定谁开还是？哦，我们两一定会有的，对，然后主开，主开，他们的机台开，对，然后你们就是一起玩这样。没错，没错，没错。那就是开你说固定礼拜日吗？其实要看都六日，都六日，因为我们会因为拍片的关系，对，所以会去没办法拍。其实我们拍片还蛮临时的，突然今天想要什么东西，我们下礼拜就马上就要拍。没错，没错，对啊，那不就要很多想法？其实很好玩啊，我们会撞。就像我会撞，就是我们现场想，我现场被撞，被撞，你想到了，没想到了，哎，我想到，我想到啊，不会是个撞，不是这种撞啊，是撞出火花，我们现场会丢一些东西。你先刚刚没有撞火花，是再撞一次，撞一次，哇哇哇，好反胃吗？我觉得蛮有趣的。你只要丢一个梗，我们就这样子玩，玩了八分钟再不要操控来了，我们没有这么好操控，不要操控我们啦，对啊，刚没撞出火花，不是你们撞出火花。好，那就是，那大家是怎么 follow 到你们的实况？是你们的 Facebook 粉，我们的粉丝页 ，One Game 的粉丝团，对对对，就会有我们要开实况的一些公告，一些公告，没错没错没错。那近期呢，有什么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活动还是行程？除了我们每周的固定实况以外，还是可以收准时收看我们的。其实我们因为我们的影片，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就是有一个想法，我们马上就会拍了。没错，所以我们明天就要拍片了。对，我们明天就要拍一个新的啊。对，明天要拍新的，拍有关于 LOL 的吗？有可能会关于 LOL， 但是那个不是主题，那只是附加的，不是主题。因为我们最擅长的就是，其实我们影片风格就是有点。屁屁的，就是你像小男生在玩，我们还暂时隐藏，没关系啊，讲一讲也没关系啊，不行啦，聊一下啊，他们两个在吵架，我出来讲，聊一下啊，没有，反正你们明天要拍，我们之后就看到，对啊，没错，我真的都会看到，大概多久会有个期限吗？在月底或月初就会看到我们的新的影片，差不多。其实最近因为蛮多东西进来，所以还不确定。我们还有3支、4支的影片，应该这么说，等在等剪呢。比较客观来讲，应该说明年七月以前啦。太客观了，太客观了吧？很中肯，客观嘛，很中肯。对啊，现在我绝对如期啊，拜个早年，拜个早年，爸妈早年。那你们除了打LOL 以外，跟拍片以外，有其他的兴趣吗？我喜欢玩电动，他真的很疯，他真的真的喜欢电动，喜欢 V 三，对我喜欢玩电动，我从小就是电动迷。对，他第二生命是 PS， 对啊 ，PS、PS Two、PS 三四代会买，第二生命刚刚有电，只是现在没。那有什么 PS 有什么游戏可以介绍给大家？随便讲一款，随便讲一款觉得好玩的。对啊，这里没有雷，我蛮有经验，满是漏洞，最后生存者。我觉得那部还不错的，对啊，那片不错。哎，还有之前的游戏《绝命异次元》哦，那片不错，《绝命异次元》《绝命异次元》很好玩，很好玩啊！我们有玩，没有玩，有。虽然说我没有玩它那么熟啊，但是对啊。那我最近有跟他借片《绝命异次元》，非常厉害。对，借片，大家很熟练，熟练了，熟练了。蓝光的，还蓝光的，看电影，我每次就去看电影，因为它本身是。啊，他布洛克其实没什么。哎，你要这样介绍我吗？他是影评家，真假的？我是就千万业余的啦。对，不要再什么。对，他会挂着周华生啊，他会挂着影评家，然后骗电影票啊。怎么会没有？你搜寻华生会搜寻到什么？会搜寻到福尔摩斯的这个神。现在大家去 Google 爱华生，有没有觉得搜寻到爱华生？他本身影评没有搜寻到，可以搜。因为我以前就很喜欢看电影，对，然后我以前就很喜欢写东西。然后一直到我之前当兵，就是写出兴趣，然后我加入一个就是类似那种电影的社团，然后他那边就有很多资讯，就是例如说或者特映会就会发我们去，所以就是可以看到很多免费的电影，对，然后有时候也会偶尔或者一些想当好朋友，就是可以看一些，我很常带他去看的，对啊，之前我真的跟之前蛮常去看的，那为什么要约男生去看电影啊？哦，其实是因为没有女生，这个还没有 Q 到哦，这个还没有 Q 到哦，没有，不错哦，只是想说，很会当主持人呢，真厉害哦，这是电王，见缝插针，这边是电王界的康熙来了，
哦，好好好，那所以那你好，最介绍一下最近你觉得好看的电影可以。哦，我觉得《怒海劫》推荐。哦，我昨天才去看。我可能头很晕呢、欸，真好看。我昨天才去看。没有，第一个就是你不要会晕车的人啊，就是容易晕车的人不要去看，因为他镜头会晃。要吃晕车药，他会晃，对，要吃晕车药。是3D 吗？还是不是不是？一般就会。他是手持，有点手持，他有点手持的感觉。对，会晕。他是汤姆汉克斯演的。对，然后之前挺操控的，不要这边表人家不知道我们的摄影师啊，摄影师啊，哦、了解。对啊，《怒海劫》很好看，《怒海劫》很厉害，推荐大家，推荐大家去看。阿吉会看吗？阿吉应该会看啊。阿吉，你有在吗？阿吉，如果你有在，你就进来拍麦，跟我们讲说你有多冤枉，手摇风。好，那那最后你们有想要跟你们支持你们的粉丝说什么？什么话？什么话？还没什么话好说，也没讲。我觉得我们无话可言，觉得我没有什么话可以说。话可说，不行，不行，不行。啊，你先开始啊。我很感谢一直以来支持玩 game 的粉丝朋友。对，我刚也都讲了。来，继续配乐。很谢谢你们一路上的支持。好，谢谢你们支持我的影片，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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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支持我。你有什么话要讲？哦，没有，就是啊，好，华生，没有，我觉得就是谢谢大家这样子。我就讲一些有建设性。讲真的，没有，其实，其实真的还蛮感谢粉丝。我觉得，对啊，因为有我希望就是大家之后如果有意见，我们当然都会接纳。嗯，那希望大家呢，如果说例如说我觉得不好，不要单纯只是说，我觉得那个肾结石很丑，我觉得不好看这样。为什么是这个举例？我是举例而已。举例，有时候会，我觉得网络上很多人，你好像明白，他们会觉得说网络发言就是觉得说随便，就不会负责任，不用负责任，不用威胁，所以他们就有点就是有点，有时候用人身攻击的方式啊，说我讨厌他，我讨厌华生，我讨厌华生，对，圣洁小丑，对对，他们有时候会就是，例如说不好就是不好笑，但是我觉得你们如果说希望我们更好的话，其实可以讲一些就是。有建设性的意见啊，我们会听，我们真的会听，真的我们一个留言会一个一个看，我们会一个一个看，真的一个一个看。而且如果有人写信很认真跟我们讲说我们哪里就是我觉得你们要改进，我是觉得直接抓出来去做，真的有这种人吗？有真的有这种人，真的有真的有。那你们这次就是拍片，没有为什么会觉得是拍片好笑？没有，你们这次拍片为什么就是会想说跟就是六探喵死他们？哦，其实我在第一集拍完之后，我就已经想要第二集，我就想要找六探了。没错，我那时候就已经很早很早之前，我就跟他讲，但是因为有一些问题存在，所以就没有马上拍。万箭齐发，破甲剑。那时候就想要找他合作了。那大鱼呢？大鱼是因为大鱼就认识，就认识，然后我们要打算拍女朋友大反扑。对，因为我觉得这次的概念是有点像是我都找实况组，都是会玩 LOL 的，然后会玩 LOL 的人看到这部影片都会有。我觉得那个是谁？对，这种感觉。尤其是我们铺梗，六探跟鸟屎最后才出现。对，我喜欢。对啊，那时候当时跟他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很好笑。对对对，网咖遇到的屁孩。对对对，网咖遇到的屁孩。那你们凑在一起拍应该非常吵吧？因为吵死了，我们都因为这样而耽误影进度，你知道吗？摄影师有时候就这样。对。在等我们，在等我们，鸟屎很吵。等我们结束，他很会讲的，他超好笑，他超笑。Excuse me， 有爆屁。对，Excuse me， 有爆屁，有爆屁。Excuse me， 有爆屁。他的声音就是整个就是他六他两个人笑声，整个就是很厉害。对对。大家如果有课，就是有仔细听的话，其实我们玩 game 的片头啊，就是用换鸟屎。哎，我其实每次都不知道看哪里。哦，没关系啊。看这个旁边那个，对，有没有看到那个？这边看那边，左边的。我觉得是看这边。我们现在先开放 call in。OK， 好 ，call 48楼。对 ，Hello。这是什么？这是谁啊？蜘蛛啊！蜘蛛啊 ！Spider。Hello，Hello， 蜘蛛。Hello，Spider。嗯？哎，嗨，你好。嗨 ，Hello。Hello， 你要问问题啊？哦，来我们聊个天嘛。对，聊天嘛。我想问你们玩 game 为什么只有四个？为什么不凑成五个？哦，你是说五个方便打嘛？对不对？哦，五个人是五个人哦。还是你要加入吗？对，这么随便，随便。我们的梦想是把玩 game 变一个金字塔。大家好，我们是，然后镜头拉走。摄影机要再用直升机，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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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目前只有四个人可以跟我们这样疯了。没有啦，其实对啊，我们是会找
志同道合的人的，对，然后我们希望下一个进来是女团员的，对，是女的，最好是叫我没有在暗示什么了，对，希望他会打，会打那个，会打到很会打，很会打，之前是 TPA 的，对对对，有没有戴眼镜？有，戴没有镜片的眼镜，没有镜片的眼镜，最好是穿那种蓝色的毛，对对对，会吗？咖啡色头发，他还会主持，需要吗？哇，那受不了啊！有节目吗？蓝的，嗨。嗯，啊 ，OK， 这样就好了。好，谢谢，拜拜，拜拜。超大声，自嗨吗 ？Hello， 哎，肉根，哎，又是你，是肉根吗？不是啦，他叫是啦，他叫纸飘啊，纸飘啊，差这么多，很远，肉根嘞，没有，刚肉根不见了。嗯，嗨，纸飘，嗨，好嗨，哎 ，Hello， 嗨，嗯，可以啊，他说什么？我说一定要问问题啊，不然你要干嘛？啊，你可以，你想说你要岔进去还是什么？没有，真的，我刚回家，我不知道问什么。那你吃过了吗？帮我在麦前面深呼吸。我刚吃饱。那你吃什么？你吃什么？我吃姜母鸭。姜母鸭。你是路口那间吗？哎，巷口啦，巷口巷子口。不要理他们了，不要理他。好啦，拜拜啊，不勉强你。好，拜拜，拜拜。哎 ，Hello，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有一集会请到龟脸？龟脸，来拍，因为他很白目吗？龟脸跟麦基啊，我们之前跟他们有合作过。其实应该说，我当初在发言，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我们团体还没创，所以我在找人的时候很难找，我只能找认识的。对，因为当初真的只有两个，只有我们两个，而且那两个我们都不有名，所以我们就是找认识的，然后而且找了很多人，他们都不来，你知道吗？就是 OK，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肾结石哦，有没有人说？这样有没有人说你很像黄登辉？哎，我帮他回答，没有，没有，你是第一个讲，没有人这样讲过，不是讲过哎，比较多人说我像强尼戴夫，他真的会回答这个，对，没有啦，我不会这样讲啊。不过你是第一个讲的，那比较多人是说我像强尼戴夫，总部。哎，好好好，拜拜，捧场哎，拜拜，真捧场，捧场。第二次还小小，那就是吃这个梗。嗨。大家都念不出来。喂喂喂，之前有上过你们实况组的那个女生，你们什么时候还会再邀请她？哪一个啊？很多，你要形容一下。节目你要说太太。太太。哦，那不是我那个朋友。你是内子宫几鬼哦？我们对，之后有可能啊，因为未来是所以你们还会有机会跟他们合作吗？有可能。我现在我们就找大鱼了，我们有电话，我们有电话。怎样？你要？不用。喂，猪排饭。好，我没有问题了，谢谢。好，谢谢，谢谢，拜拜。哎，他很棒哎，他会自己让自己 Q 自己，然后就走。真的哎，就是需要用人，对不对？对，谢喽。那我们在下面引证。不准干的是什么？就是一直就是不问问题啊。我不知道问什么这样。嗨。哎 ，Hello， 你好，你好，嗨，你好，没有麦，那，你没有麦，那你就拜拜啊，换下一个，张任红，谢谢，拜拜。刚刚是不是有他？有他，刚刚有，他没有麦啊，嗨，嗨，嗨，可乐，你还记得我吗？还记得我吗？我就陈冠希，给我念一遍。还记得我吗？没有啊，我上次来的时候啊，我不是说积分11月11号结算吗？嗯。然后再过三天啊，就是11月14号。今天是我的生日啊。哦，生日快乐！然后怎么？你忘记了？
是为了节目上，生日快乐，我一起来一起讲啦，一二三，生日快乐，谢谢。哎，那天我都有看哎、欸，真的吗？哎、欸，再一次，一二三，生日快乐！谢谢你，谢谢。我们会继续拍好影片给你看。对啊，想看什么就拍什么。想看什么吗？你想看什么就拍什么，都拍什么？这样嘛？他这样，我想看说那个，就是。两边对线，然后有一另外一边有一个很强的男生，然后另外一边是一个娇小女生，然后他被打到哭了。你说大只的男生被打到哭了？没有，我说那个女生被打到哭，被打到哭了。好哦，对啊，因为我们昨天打内战就这样，还蛮有道理。嗯，哎，可是这个内容。好笑的点在哪？哎、欸，不要讲他了，不要你讲了，不要讲他了，不是这样子啊！没有，所以我们是有建设性，有建设性。哦，他让我们去编这一段，哦，就编的是不是？好，没关系，如果你有的话，你可以投稿了。对，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我会做参考。我刚刚会不会太直接啊？不会，没关系啊，你的风格就是这样。对啊，我常常看你的风格的都是这样的。我常常看你的，你都是这样。在看什么？看什么？讲。对啊，9595，救我救我！对啊，好，嗨 ，Hello，Hello， 啊什么？阿伟喜欢什么样的女生？阿伟真的叫阿伟？谁？全部吗？喜欢什么？对吧？什么样类型的吗？什么类型啊？我喜欢我女朋友那类型的。对啊，我们讲，讲，我可以帮我们三个都是喜欢会打 low 的，会打 low， 然后蓝色毛衣，对，蓝色毛衣，然后咖啡色头发。等一下，有没有戴眼镜？有，然后没有镜片。再讲一个，再讲一个，再讲一个。是不是穿帆布鞋类型的？对，没错，对对对，白色，对对，帆布鞋赞。好 ，OK。哎、欸，他们乱讲的啦，好不好？嗨，哎，我是认真，我觉得他们好认真。嗨，嗨 ，Hello， 他被我们吓到了，好认真啊，真的吗？很认真。好，嗨，啊，谢谢，谢谢，好谢谢。我这样子会不会给他们造成压力？啊，不会啦，不会啊。Hello， 我觉得哎 ，Hello， 你好，嗨，嗨。飘来飘去，嗨嗨，他刚那个嗨我不知道为什么哎，好，没关系啊，你可以问问题啊。你没有问题要问吗？不是，我想不出来。你想不出来啊？那要不要唱首歌啊？唱出来吗 ？Hello， 我不知道为什么哎。真的啊？那我等。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怕的角色？怕的角色，怕的角色，怕的角色。再讲一次，雷文。除了雷文，我再讲啊，再讲一次。我怕我自己，从头到尾再讲一次。我超怕雷文多兰。我只要看到雷文带一把刀出门，我就会开始唰，然后再问中路说能不能跟我换。对，而且我一定要玩嘉文，我一定要玩嘉文，我会怕雷文。雷文不会很难打吧？真的，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怕雷文。看到雷文，我就会先E再 Q 哎、欸，吓死！嗯，那其他人有怕的角色？你怕的角色哦，你也怕雷文？你怕谁啊？我怕、啊。嗯，哎、欸，我真的要想一想，真的要想一下，我好像没有怕的角色、欸。哎呦，哎呦他很怕，他谁都没有。我真的，我也是怕雷文哎、欸，还是怕我妈、欸。真的，雷文真的是怕，我真的，我说真的是怕雷文哎、欸啊。我们作为一个团队，前面只要压在这个后面就不可怕了。哦，他在教我，他在教我，我们学一下，要学。好，我们虚心受教。他刚刚说，那我再说一次，你再说一次，教铁牛怎么玩。喂喂，终于变男生了，太厉害了，好厉害，好厉害。喂，你们那个第二集什么时候要拍啊？哪个第二集？就是那个实况那个啊，哦，实境秀啊，你们只有一哎，你们那个第一集的不好啦，在对战的时候都没有看到，爆普约啦，他你刚说什么？死了才看到啊，我说你们那个第一集有时候在对线的时候，然后死掉，然后
才转去那边，然后人都死掉，对啊，这是我们问，没办法，这就是问题，这是问题，对，这是我没有看呢，哎，坦白说，这就是问题，这真的是问题，我说真的啦。然后吉祥讲得很爽，对，吉祥讲很爽，画面在别的地方，对不对？对啊，对啊，对对对对。其实我们没有，实，就是直播的那个硬体设备，对，我们没有良好硬体设备，还有就是操控人员。幕后里面的技术，对，幕后人员技术。那你们第二集什么时候要拍？那这些修正之后，我们就会拍了。对，嗯，这些都是如果齐全的话，对，但是目前是没有，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去修正这些东西。对，我们没有这些资源，没有这些资源呢。我们第一集其实那个画声音画面不同步很，对啊，很惨的。不是，有人问我说黄灯会多少请来的？最右边是陈汉典。天进来了，1800啦！因为我一直看到他在那边抖，1350啊！哎，幽默哎，我们弄好的话，幽默，超幽默的。哎，地址留一下，我寄件 T 恤给你。幽默，蜘蛛今天没有抢到哎，好爽！什么？你说蜘蛛今天没有抢到？好爽！他有啊，有啊，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哦，九点嘞，那我们到那个他下面这个好了，然后我们会重排抽三个，会送拍立得，我们的签名拍立得，好好好，好，是只拍我，九点这么快哦，对啊，嗨，哎，没有没有，我先把他踢了，好 ，Hello， 有吗？有吗？有，可以问跟杰哥有关的吗？哦，哪一个影片吗？还是逃不过，还是没办法逃不过这个问题啊！我先找了。好，你讲。请问，我知道你要问什么。就是你们会找哈维合作打 L O L 吗？目前应该不会，因为他好像比较忙。还是他没有在玩？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玩。他不知道哎，应该我真的不知道他有没有在玩，因为他本身是学生，好像比较参加学生事情的那个。学校事情比较多。那我就问到这了，谢谢，谢谢，谢谢 ，Thank you， 好险哦，安全过关了，安全。好，那我们哎，很好，转圈轨道，蛮知道分寸的，真的，蛮能拿捏的哈，嗯，不错，介于法律边缘啊，游走啊，游走，各种游走啊，各种游走。那我们重新排，重排三个，对，三个，五宝吗？有。五宝村啊，这是第一个吗？熊宝，熊宝是第一个。你是没有，你没有要问问题对不对？我们直接问你。哦，可以问，可以问。哦，你要问吗？我没有哦，你们问就，你们问就。熊宝，你们可以考他一个问题，可以考他一个问题，考他一个问题，好，考他一个问题啊。跟我们就影片有关，考考你，好，跟影片考。那我们想一个问题，好。老铁牛最喜欢什么角色？哎，这是放水对不对？第一题怎么放水啊？我最喜欢什么角色？什么角色？哎，完了，这答不出来。紫色的，糟糕，答不出来，答不出来，说吧。火科是他这样转，霸龙之子，他这样转哦。我靠，霸龙之子，然后看到人就跳上去，看到球你就跳上去，就贾克斯吗？贾克斯，对，贾克斯，好，答对了哦。十八三一，贾克斯，好厉害，好，1 2 3，你好厉害，谢谢，谢谢，谢谢哦，谢谢。啊，我们送四个人好了，刚好一人一个，好，一人问一个，好啊，今天多送一个，那我问题就浪费掉了，那就是你的问，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哇哇哇哇哇哇，啊，我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啊，好 ，Hello， 还没有进来啦，我这直接问问题，通常都会这样，我们直接问你吗？可以啊，可以啊，还是要先聊个天。我们先认识一下好了，他说可以。哦，好，那我问你，我们四个团员的名字。哦，所以这个漂亮。哦，这个厉害。对，四个团员的名字，还有他的 Facebook。你不要进来，只是就想说，哎，那个可乐林看到，然后进来，然后哎，想说可以混个混水摸鱼一下，没有这回事。对，我们四个团员的名字，从随便讲啊，就是反正只要讲，不用再按照顺序，从这边先开始讲，不用按照顺序，从这边开始讲。第一个，他是谁？很难呢，很难，很难。很难，你要敢进来？他是谁？鱼
鲁夫是他是杰哥啊，杰哥啊，你就错了啦，谢谢，错了，他不是杰哥哦，他不是杰哥，他不是，他不叫杰哥，他不叫杰哥，杰哥是杰哥只是演戏里面名字，他真的名字不叫杰哥。哦，有人在讲啦，有人在讲啦，你去看啊，你不会看那个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铁牛、华生、圣结石、尼克，哎，你还，你是看那个小胖的答案？我问一下，说没有，我已经该讲到自己想的。哇，铁牛、尼克、圣结石、圣结石、铁牛、华鼠、华岛，不对，是华生，对对对，他真的不知道我们是谁，他真的不知道我们是谁，好啦。算了啦， okay, 人家都讲那哎，黄灯会这样。我承认你在讲谁？在讲我承认你了。我承认是，我是承认你。好，谢谢哦，拜拜。好。来。所以他就有抽到了，是不是？对。对，已经两个了，再两个，对不对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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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芝哎 ，Hello， 那小芝也刚好排过。对啊，对、嗯、小资哎，我们直接问你哦。好，我的问题是，我们玩 game 现在最新，目前在台湾 YouTube 排行榜第一二名的第二名的影片是什么名字？叫做什么？是漂亮。第二名呢、欸？这个比较难，这个比较有难度。欸、是就你这个问题，我可以少欺负你一天。没有，你再讲清楚一次，因为他可能没有在听。你再讲一次。是台湾区 YouTube。排行榜热门排行榜第一二名，榴莲在那边的最新的影片，我们的叫做什么名字？片目前现在第一个字是什么 ？No 遇到什么？错，现在上 YouTube 看，我在上啊，好，快点看。你先上就看到了。你按热门，你按热门，你按热门，热门首页，或是按游戏类热门那边，不然就打完 game 嘛。就我最后一题，我出完 game， 完 game， 打完 game。哎，他这个不错，我知道，完 game， 完 game 是谁啊？完 game 就是，哎，请问，你们不是六汤跟聊骚的吗？他这个不是，哎，不好意思，你是谁？我是完 game， 那好，帮我们拍照。我完 game 是不是？好，帮我们拍照。帮我们跟可乐拍照。不是英雄联盟最都不想碰到的事。哦，对了，你下次要认真一点哦，好不好？好不好？拜拜，拜拜。他不是一开始有空运进来，他为什么听到玩 game 那么激动？玩 game， 哎，那什么？我开始我走错保险了，我走错保险了。这边不是 call in 吗？玩 game， 那好帮我们拍照。哇 ，Hello， 子，哎，他走嘞，帮我跟陈汉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是不是？这是你好，你好，哎，第一次，哎，这是第一次，我像陈汉典，陈汉典好好笑哦。你自己有问题要问吗？还是没有 ？Hello， 但是你要回应我们才知道你是没有还在。好吧，那铁牛你出个问题给你啊，那。玩 game 的玩几话？我要他在电脑前面这样子算。再说一次，啊？几话？再说一次，玩 game 的玩几话？笔画，笔画几画？哎，那个下跟勾那算一画两画？十三，好，答对。你刚有算吗？还是你是看盘？有啊，我有算。为什么十四啊？没有十三啦，十三啊。哎、欸，他刚那个说十四话哎、欸，网友们，九十十一十二，哦，那算一个，这算一个，这样算一个，哦，大家就会开始算十二，因为有人会去刚刚应该不知道骗了多少，这个问题厉害，哎，有没有比，不要，十三号答对了 ，OK， 答对哦，送你哦，谢谢。拜拜。他今天一直打不完。然后呢？今天对，已经九点，然后节目就到这边为止。然后希望下个礼拜三，然后大家准时收看《Cola In》了没？那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捧墨自己？捧墨自己？对，可以。例如说，大家还是可以去观看你的影片，就是可以上网搜寻介绍一下。
上 FB 搜寻。其实我想要讲我们上一支，就是我们上一支的影片，半泽。半泽哦，漂亮漂亮啊，漂亮！难怪你是团长。有，如果有看过半泽直树的那个日剧，因为我们团员里面都有看过。对对。然后我们去用它里面的那个梗去拍。怎么了？继续讲，我觉得讲很好，讲很好。去拍。拍那个，拍里面的梗，把它套用在现实生活当中。对，现实生活总会有半折的梗，蛮好笑的。你讲为什么会这样？对，就是要把它套用进去，为什么要套用塞进去？嗯，我不懂哎，为什么要套用？原因是什么？原因看了就知道了。没有啊，其实半折只是我们觉得很好玩，我们想要用中毒的感觉，有点像是你看这，你很喜欢这部影片，你看到这是中毒了，你想要。就是随时随地要学里面的人物。其实我们很爱中毒，很爱中毒。我然后我们拍大腿那个也是看到最后，就是哎、欸，可以来一段模仿陈汉典。陈汉典，是陈汉典模仿一下，来阿基斯，阿基斯跪下，是阿基斯跪下，是。天分，谢谢真的谢谢全吞哦，全吞全吞，真的是黄金国人。好，那就是很谢谢他们今天能上我们的节目，那就是想要知道他们更多的消息啊，或者更多的影片，就是去他们的粉丝团，然后可以关注。那他们粉丝团呢，我会 po 在那个就是得奖名单上面，然后大家就可以到时候去里面去点赞，然后请继续支持他们哦。哎，你会 po 个人的吗？对，我个人粉丝团的，他个人的粉丝团，他个人的哦，对啊，谢谢你，谢谢，真的很谢谢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没有，我是说会不会泼我个人？没有，他以为他你会泼他个人。啊，你要每个人都要？没有，我跟你讲，陈汉典啊，我一问什么，大家支持陈汉典的粉丝团，陈汉典的粉丝团，突然爆陈汉典在三点一姐，我在节目上面突然我爆真好，我爆真有在。就是经营个人，很努力想经营吗？没有啦，没有啦，主要以玩 game 为主，真的。好，我会投，我都抛，好不好？没关系啊，没有没有啊，这男的表情，好，没关系，我都抛了，好不好？那我再问你，你们觉得如果女朋友要长什么样子最好？戴眼镜的，眼镜有没有镜框？没有，有镜框没镜片？镜片什么外套颜色？蓝色，毛衣蓝色，有蓝色，然后有点黑发长出来。我想问有没有擦指甲油？有没有擦指甲油？我看一下，有黄色，黄色指甲油。好，就是今天很开心，谢谢他们，然后大家就是可以去我粉丝团，然后关注他们哦。那今天就是这样。Kimiko，一直被 Q。好，那今天真的很开心哦，那先跟大家说拜拜了，拜拜，拜拜。